澳门第二日行程，朝头早就会去威尼斯人睇 team lab， 晏昼就去路环一个比较偏僻嘅新嘅旅游景点。Let's go。我提议大家一去到威尼斯人就找礼宾部问下怎样去 team lab， 因为威尼斯人真是一个迷宫来的。Team Lab 里面分开不同部分，但是就没有指定的路线，所以在里面可以玩完再玩，看完再看的。Team Lab 还可以给大家参与的，它有不同的公仔，只要你填上颜色之后就递给职员去 scan 了它，那你的公仔就会出来了。看看其他人的公仔，这个还搞笑，你可以搬啲木头周围摆，咁会影响啲细路仔嘅跳来跳去噶。看完 Team Lab 就过对面伦敦人看看，其实无论伦敦人、巴黎人又或者是威尼斯人，里面的结构都是一样，其实就有一大堆的商店和赌场，跟着就配合那个地方的特色，
好似红色油桶啊，又或者是双层巴士咁。咁跟住我哋过路环先食个晏先，咁今次咧去一间唔系太出名嘅叫做路环码头面馆，不过都有好多人去食噶喎。好中意依间面馆嘅酱醋鸭，因为用咗葡萄牙特色嘅阿苏咧做嚟做嘅，我就叫咗佢哋出名嘅墨鱼扒面食啦。个墨鱼扒好大嚿，好厚，好有质感，咁汤底都好浓，好有味道，值得一试噶。跟住我哋就坐巴士21号 A 去到九澳总站，就系九澳油库。喺九澳油库落咗车之后，行前几步就会见到呢条斜路噶啦。咁呢条斜路上到顶呢，就会见到旧人士九澳嘅麻风村。我哋先转向左参观天主教圣母七苦小堂先啦。大家见到圣堂解开咗七格，就代表圣母所受嘅七个苦难。呢个圣堂好特别，呈三角形，而且中间又冇柱位喎。啲阳光就通过呢个大圆玻璃窗咧，就射入嚟，都照得几光猛噶。圣堂的墙上面就挂上了耶稣苦恼14个苦处，都是很有立体感的陶瓷。当然教堂里面不少得圣母像和耶稣像啦。比较特别的，它有几幅是用中国画的形式画上了圣母玛利亚和耶稣。1963年，慈幼会胡子仪神父嚟到九澳麻风病院服务，同时咧就筹建咗呢一座教堂啦。而教堂顶呢一个耶稣像，就系意大利著名雕刻家 Francesco Messina 所设计嘅。
1885年建成的九澳麻风院专门收容女性病人的。虽然麻风院是澳葡政府管理，但天主教教区在这里呢长期担当照顾的工作的。这里有五间屋，是不是有点像龙环蒲韵那样呢？其实这五间屋就是后来加建作为麻风院宿舍用的。这里摆回旧阵时麻风病人住的宿舍那个样子，其实都算不错的了。这一间 Hold On To Hope Cafe 是由戒毒复康人士打理的，虽然他们经验比较浅，但服务态度很诚恳，我们还谈了很久添。这里餐厅环境很宁静，也都很优雅，在这里叹杯咖啡真的很舒服的。澳门的二日一夜行程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你点赞、留言，记得订阅和按钟仔。下次见啦，拜拜。